金马奖的第50届，其实今年也是国联影业的50周年。国联5凤的那年轻的看得好，现在都老了。是年包括新马的、香港的、台湾的，这个电影界就联合起来，就把它挖角，从邵氏挖到台北来，成立了国联公司。他那个时候到了台北成立国联公司，前后有6年多，对台湾的影响太大。这次能够在这里见到我以前的几位同事，我特别的高兴。那么我跟他们也都有很多很多年没有见了，我们也都非常感谢李行导演促成这件事情，要感谢李导演，也感谢这个金马奖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回到了娘家。后来他马上，我一演一下，马上李翰祥就满意了，我就跟着江青说，他第一篇开始我也是等于第一篇，可是我是跑龙套。那第二片《钻研基地》，我又跟着江青还有刘芳宜，我做他江青的丫鬟。后来《天之娇女》，我也是做真正的丫鬟。后来反正我在这国联五凤里面我是最皮的一个，都是他们在带领我，跟他们学习了很多。后来国联公司解散了之后，我是跟着李行导演、白景瑞导演一起合作，那才有这么多比较算是好的成绩、成功的成绩，这都是李导演和白景瑞导演给予我的。